老张。哎，小子，又是你。哎，老张，刚刚那个叫什么来着的？金戈石城，5000，不二价。哎，怎么就涨价了？哎呀，不要，不要拉倒。这位老张，这是打算去哪儿发财？哎呦，是刘大人呐！还能去哪儿啊？您御水这儿就是宝地呀。刚刚妖魔袭击，你这摊子也受了损伤。我让几名弟兄过来帮忙，祝你早些重建。哦，那怎么好意思，如此劳烦刘大人。举手之劳而已，你也给子胥一点方便，如何？啊？也不白要你的，给个实惠点的价格吧。行，300。子胥，你救了我兄弟和御水的百姓，一点答谢，请千万不要推辞。我确实有急需，就却之不恭了。好，文殊将军、博生将军有请，还有军务在身，失陪。嘉儿，我们走。要来一盘捉鹿棋吗？我的棋艺在这儿无人能敌，你可得准备好。还请手下留情了。来吧。
竟然输给你这，拿去，愿赌服输。这枚共工可是我的珍藏。赵兄可知附近还有哪些棋手？嗯，你想挑战他们啊？蔡阳前世棋艺与我不相伯仲，商棋的高智嘛，可能还略胜一筹吧。明白了，多谢赵兄指点。小事，之后再来下棋啊。阿兄，嗯，说个笑话吧。啊？不然唱支歌，还是说个故事好了。哦，上次说到哪儿了？红儿上了月宫。嗯，听好了。月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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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月宫。月宫，月宫，月宫，月宫。什么月宫，月宫的？故事啊。红儿到了月宫，遇到两个人，一个姓月，一个姓宫。姓宫的是个乐师，姓月的……阿兄。啊？阿兄讲的笑话自己笑。赶紧救助他！
们都说头狼指挥狼群作战，可我看他都只是站在那儿干瞪眼。也不能这么说，头狼是狼群的精神象征，他只要往那儿一站，狼群就会奋勇作战。就像是博生将军和文书将军吗？是啊。有点在意。在意呀、啊、好，我们稍后再议。阿兄别担心，咱们去抓这符鬼就走。藏在里面，说不准，小心为上。要是有妖魔的话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有你阿兄在啊。
Это все было ради ачивки. Я попал ради ачивок.石门上的画好奇怪啊。启明虚说是祭拜山庄鬼神之处，总是见到与火有关的雕刻。这里真的有符鬼吗？或许这人就是灵山山神。啊，旁边的白虎是他的使者。你看，他们经过了石柱群，中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不过，最后山神抵达了鬼神祭坛，找到符鬼。那团发光的东西就是符鬼。我们必须先把这些石柱排列好，通过考验才能成功走过这扇门。说得在理，仙儿真厉害。哼，是平常阿兄教的好。哼，原来有我一份功劳啊。阿兄总是说些红儿啊、长安啊什么的故事，听得我都会编故事了。话说那一日，少年子胥走在长安东市，误入了隐藏在其中的天赋地在阵。阵中16根天赋地在石柱端是厉害。子胥左冲右突，竟生生被困在阵中，逃生无门。正当一筹莫展之际，香儿，别光顾着编故事了，也帮忙看看怎么破这个大阵吧。哎，我不懂阵法呀。正当子胥一筹莫展之际，红儿翩翩来到。红儿她一袭红衣，英姿飒爽，有道是。
有道是面若绛桃眉似柳，人有美玉唇如酒。所言极是。侯儿他深谙机关之术，又擅长兵甲阵术。只见他轻轻一笑，举手投足间就解开阵法，带子婿逃出东市。解开阵法了没啊？应该快了。唉，要是我和红儿一样厉害就好了。那只是故事啊。Thank you.
兄。等等，杏儿太后。小时候，家附近有群野狗，星儿还记得吗？记得，好几次在家附近玩，不知怎么的就被他们追着跑。每次都是阿兄把他们赶跑的。妖魔也好，小狗也罢，你招惹我们家星儿，来你给我打一拳。想阿兄因为我的关系一直这么冒险，阿兄为了照顾我以前就吃了不少苦，现在变成这个样子还要四处奔波，时不时的跟妖魔交手，我不想这样。
确实，我们离开家到现在，遇到了很多妖魔。找到符鬼以后，我们还要去商山，也不知道路上会有多少困难。我也不骗你，接下来的旅途恐怕只会更危险。但是别担心，阿兄会好好保护你的。哎，要是我也能帮上什么忙就好了。希望有一天能换我来保护阿兄。好啊，现在我保护你，以后换你来保护我，公平交易。好，公平交易。何方药物？哦，真是有趣。区区一缕幽魂，何必留在世上受苦？我来助你解脱吧。香儿。
还好吗？嗯，我没事。那就好，走吧。这就是符鬼吗？云梦是的。仙儿在此地稍候，我去去就回。嗯。天下 K。小家伙，你长得真好看。这顶也好漂亮，是你的家吗？真好啊！我碰得到你，小家伙真可爱。这么快就交上朋友了？嗯，借祭坛一用。省去不少功夫。仙儿，来这正好。待会儿你就站在这儿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别动。嗯。别怕，阿兄在这儿。两声口令，心念紧了，再请刀剑，猛踢进去，立定。如何？掩盖了园林的气息，这样就不用担心那些魑魅魍魉了。嗯，看起来和以前一样了呢。木头身体还是有些不太一样。这只是暂时的，阿兄一定会帮你修复身躯。没事，阿兄，你看，这样也挺方便的呀。灯初上，夜未央。我才唱两句呢。小丫头，走吧，咱们去上山。嗯。黑火分作九鼎，威力难以估量。若九鼎融合，便能毁灭世界。即使能勉强控制，仍会因此被黑火反噬。
下了隐患。伤痕会随时间淡去，但终究不会平复。香儿，嗯，把刚刚那支歌唱完，歌好。好呀。当初上夜未央，明月光照我窗，有我香儿长安康，一面一叶一寸长。桃花江，梨花香，七月茫满山岗，愿我香儿多欢畅。无愁无虑无忧伤，织几张彩虹纱，素手扬点心妆，送我香儿别高堂。莫悲莫哭莫回望，有我香儿长安康。无愁无虑无忧伤。哎呀，自己唱这支歌怪不好意思的，而且我可不会织布，也不会女工。香儿会种菜，会处理药材，还会养鸡养鸭，一样的好。香儿，嗯，
把刚刚那支歌唱完，歌好。香儿，感觉怎么样？没什么特别的感觉。那就好。那位大王说，机关人可以借用符鬼之力发出术法。真的？有机会咱们试试。好。赏阿兄了，很开心。仙儿方才是打得精彩，不过日后有什么危险，一样可以交给阿兄我。阿兄就不用太操心了。肥羊了。